来啊，嗯，他说要来这里住就来啊，那我真的没办法，那我有一口吃我就会分给他吃吧，就怎么办？嗯，但是我又担心后续他病情恶化嘛哈，那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，但是我说那你现在要，他说那你说你要回越南，我帮你筹措一张机票的钱可以，是很简单的，只是你回越南就是你生命等着死而已，那医疗费没有，你又是外国人，你回越南不是台湾，不是越南人了，那你家属那个亲属又经济不好，所以我才很容易好了，那你就去退房说来这里啊，那可能那天我就请他来上镜头一下，我希望善心人士都帮忙他，